到了。我们下飞机了，现在去找经理。坐上了出租车。现在我们已经到 Honolulu 了，然后我们入住了我们今天晚上的酒店。今天晚上酒店呢有一个还不错的夜景，因为可以看到城市和一点点的海。看是不是还不错呢？然后海的话在那边，在这边。我们本来打算出门去吃一个饭，但是突然发现可以送外卖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在房间里面吃了饭以后再出去逛逛，出去散个步什么的。这是我们的晚餐，我们点了丸龟炙面，这是小哥哥的，这是我的。小哥哥不是这么多，只不过他还没有混合。现在呢我们已经吃完晚饭了，我们要出门逛一逛。夜晚的海滩，他刚刚脚上有很多沙子，他甩沙子的时候甩进了自己眼睛，我真是醉了。现在他在洗眼睛，整件事情非常的好笑，而且小哥哥的脚还是黄色的。再逛一家 ABC， 看到了一个王八蛋钥匙链，设计是不是很出众？我想搞一个。看这边全都是他，当前第一大网红啊，口香糖、唇膏、肥皂。大家今天是12月3日早上7点，我们来看一下外面 Honolulu 的日出。哇，好美啊！太阳出来了。是7:47，我跟小哥哥先下楼买一个早饭，就是这家店。我们的早餐，看咖啡，我们买了一杯大的，然后分了一点出来，因为我不能喝太多咖啡，一人一个香蕉。然后小哥哥呢，吃在咖啡店买的面包，我吃这个。今天我们的计划是这样子，因为今天我们要换酒店。我们不想跑太远，我们就先收拾好了两个行李箱，趁着我们出去逛街的路上顺路把我们这两个行李箱带到新酒店，因为离现在的酒店也不是很远。把行李箱放在新的酒店以后，我们就出去逛街。这是酒店出来的海滩，看小哥哥拿着两个大行李箱，因为我们要去我们的新酒店。店全关了。对，这边好多店都关了。现在9点开门，但是它没开。完蛋了，我想买的这个饼干 Honolulu Cookie 也没开。不到10点，现在街上人不是很多。到了，就是这边。这里还有一个超漂亮的圣诞树。这个椅子看起来非常恶心，但是很舒服的样子。来看看它的泳池。它有一个泳池，小小的，比较小的酒店。要不要去逛街？好。现在街好像都没开，怎么办？那我们就去海边玩吧。好，走。哟，看小哥哥在给我吹救生圈。因为我们出门本来打算逛街，但是发现很多店它要中午或者下午才开，所以我们就临时决定去海边逛一逛，下水玩耍一下。但是我又懒得自己浮在水面上，所以买了一个救生圈，小哥哥现在在帮我吹。
发热漏气我就疯了。腮帮子是麻的，这儿没感觉，这儿也是空的。小姐姐，由于我们早晨起来把泳衣都打包放到另一个酒店了，对，我们收拾的太齐全了，所以现在她穿的是我的衣服，然后她穿的是她之前的一条臭裤子。对，这条裤子之前下了水以后，由于我们隔了很久才洗，它变得很臭很臭，然后这一次再下水把它洗一下。这里面灌的是我的阳气啊，这里面你看热的灌着全都是我的，而且还松松垮垮的。这个小姐姐下水了哦。刚才那辆车送来的饭现在拿上去。看我们的午餐，这是一个小的面，然后小哥哥的是大碗的面，看起来很不错。这是汤，煎饺、鸡翅和春卷。 One hour later，房间里面有一个他，玩耍一下。我当然是不会弹。你现在像一个盲人。现在我们已经住进了我们的新酒店，所以下一步就是逛街。哎，我突然觉得这样子拍是不是会很网红啊？这个背景还挺不错的，有点像墨西哥的蓝房子。好，拜拜。今天还是馋，居然逛了逛了街，又来超市买零食了。你居然拿筐买了什么？这是薯条。雪糕，夏威夷现在正当红的一个东西，到处都有。跟小哥哥买了一个包，护手霜，消毒液。好了，完美。酒店自带的饭店，感觉他们很快乐的样子，但我们不敢在这边吃。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晚餐，是在我们酒店楼下一家叫 Pile Fish Market 的店买的。我的是美国南部烤法烤的鱼，配上它的米饭和土豆，还有沙拉。小哥哥的呢是夏威夷烤法的一种鱼，配上薯条和沙拉。我们的鱼不一样，他的鱼叫 Maki Maki， 我的鱼叫 Aki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租车。今天就可以开着车出去玩耍。我们租到了这一辆小跑车，看一下，而且好像是敞篷的。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它的后备箱极其的小，然后它只有两个座位。明天晚上或者下午的时候，我们还得过来再换一辆车，因为后天我们要走了嘛。这个车肯定是放不下我们两件大行李的。这会儿小哥哥正在消毒。消完毒我们就出发。中午饭是在这里吃，买回来了，买了两份各种鱼。这是夏威夷风格金枪鱼，这是辣三文鱼。我的呢，我吃的是章鱼，因为我不能吃生的东西。其实我觉得小哥哥看起来非常好吃，章鱼应该是煮过的。
石头上非常疼，所以我就不脱鞋子了，巨疼无比啊！我们现在正在往海龟湾走，夸一下这个车，这个车很好看。Turtle Bay 海龟湾，上次我就在那儿看到的乌龟，不对，海龟。啊！这边的沙突然变得很粗。我们到了另一个沙滩，但是呢，海龟的习性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。小哥哥在网上查一下，发现好像说中午时间海龟会比较多，因为现在已经是下午大概4点多了，我猜我们应该看不到海龟了。小哥哥的脚印，看到了一个注意事项牌，但是没有看到海龟。刚刚问了一个这边的志愿者，他说这个就是有一只海龟滋往海里走的一个。这还有转了一圈，哦，对，这边这个，看那边的光。对面超级堵。一丢丢微弱的彩虹，下雨了，天呀！这是我们酒店，然后晚饭就在楼下。今天晚上吃韩国菜。The next day. 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12月5日，今天是我们在夏威夷的倒数第二天。明天呢，我们就要乘飞机回加州了。现在我们正在去神庙谷的路上。昨天我们就经过过这个神庙谷，但是我们没去。今天我们想说还是去一下，因为也没什么事情做。这个神庙谷是一个那种日式的寺庙，然后下午的话我们就打算换一下车，然后可能去买一些东西。日落时分呢，我们打算去山上看一下日落，差不多今天的安排就是这样子。他昨天以为自己的帽子丢了，特别难受，结果原来在旅馆里面好好的躺着。小哥哥都很不幸的被蚊子叮了包，我身上可能有5个吧，有个佛性的蚊子包，特别小。Thank you.
从神庙谷出来，我们又去看海了。我们同款的皮卡，2 hours later， 大概半个多小时以后就是日落时分，上山看日落。看那边有没有看到海平线。车了，要告别他了，我们的小车车。非常喜欢这个车。我们现在又走到了街上。今天是星期六，人明显比前几天多了。看一下现在后面。走了。现在我们去拿我们点的晚餐。晚餐是什么？猪排饭。这几天戴口罩，我的耳朵承受了太多，非常痛。然后明天还要乘5个小时的飞机，然后还要戴眼罩，所以我觉得回去得好好养养耳朵，是不是得吃一点猪耳朵补耳朵。到了我们晚饭的地方，小姐姐选的叫银座梅林，这么多东西。怎么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晚餐吧。这是夏威夷最后一顿晚餐。对，这是我的套餐，我的套餐里面有一个味噌汤，有一个沙拉，然后还有一个你看非常棒的一个猪炸猪排套餐。小哥哥的呢，小哥哥比较简单，小哥哥跟我一样有个味噌汤，有一个那个沙拉，然后他的是一个冻上面顶着猪排的一个盖饭。 OK， 然后我们喝可尔必斯。今天的早饭，昨天吃剩的猪排饭和牛奶。消消毒，准备出发。这是我们的小车车，看，这是我们所有的行李。我们一共有2个大箱子，2个双肩包，然后又多出来一袋手提的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今天是12月6号，今天是我们回家的日子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。总结一下这11天的旅行，就是非常的快乐。前7天呢，我们在可爱岛，后面几天我们是在 Honolulu。可爱岛的话，就是有一种原生态的美，玩的活动也很多。Honolulu 这边呢，我们在这边待的前2天，由于是工作日的关系，人不是特别多，但周末就特别特别热闹，特别街上很多人，很多店都是可以堂食的。如果说你愿意在店里吃的话，其实还是有很多选择。如果不的话，现在也可以点外卖啊，它有什么 Uber Eats、DoorDash， 还有 GrabHub， 你也可以自己去取。刚才高速公路上看到一个牌子，写的昨天68个确诊病例这边。小哥哥，你戴了这个眼镜以后，眼睛被吊得特别高。整个人就不像你了，太搞笑了。我们又到了机场了，现在又是全副武装，脸部承受了无比大的压力，2个口罩，一个护目镜，然后现在我们还在室外，等会我们会进室内，马上就可以登机了。看一下小姐姐，不是不是，我有没有眼睛被吊起来？没有吧？你眼睛被吊起来了，特别像那唱京剧。上飞机前，小姐姐要打点滴。而且在飞机上太渴了，就快要起飞了，给大家看一下上座率如何，都蛮空的。
姐姐在那边睡觉。突然在飞机上发现了 WiFi， 现在我们打算点一个外卖，然后回家吃。我们订好了外卖，然后这边很快就要到家喽。